今天我来当一日的 Apple 员工。对，因为牛妈的手机保护贴坏掉，我就从 Apple 官网买了一个他们的荧幕保护贴。但是我他们，你如果在官网买啊，一定会觉得他们的保护贴为什么会比较贵？所以我就今天来跟大家讲为什么原因。打开里面就只有这两样，对。但是它很神奇哦，这东西啊，其实跟他们在店里面一样，它这是一个模具。它除了保护贴之外，我先洗给大家看。这样，它保护贴其实在这一颗亚克力的跟这保护膜的中间，然后它这设计就是你不同的型号把这拿出来，然后手机就可以这样直接放进去，然后对准线贴上去都不会失败。所以我们先来帮牛妈贴这个手机保护贴，连我这种不是本科系的或职业的都可以贴得好。把它撕下来看看，那已经破成这样了，不过还是，会啊，它里面有一个胶膜才不会掉。那前面就是用它的护的保护这种酒精棉片吧，没有，它是一个四进布，对，先把它擦干净。会有油，要不要用酒精？如果有油污的话，可以用酒精喷一下。也可以啊。我之前自己有这种清洁液的，然后不过这种清洁液的话，我会自己先用卫生纸擦过，因为它上面会有棉絮，但是这个最主要是我要去除油脂。然后擦完之后，再用四进布，我折小块一点。就是把那种屑屑都把它擦掉，这样应该是蛮干净的，看看。对，好像就没有屑屑了，就怕有杂。这种粉尘而已啊，你看一下，啊，这样应该是可以了。看一下哦，那这还有点，好，这样应该可以了，完美。我们就先把它放进去。但是它这个唯一比较难用的地方有一个点，就是它这亚克力很厚，它就是为了要保护那保护贴给大家看哦。然后它撬开了，但是你要很小心，先把它拨开，不然可能一不小心就破了。对，千万不能大力拉。让它自然的开，打开就好。要很小心哦。拉开的声音。好，开了，然后它这里就有一条线，这一条线就对准下面的线，然后对到，这样就好了哦。会有气泡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先把这膜撕掉。你看，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然后把它往旁边推，就完成了。
是很完美。哦，这小气泡再推一推就好了。他们的胶很棒。啊，完美。所以自己在网络上订阅回来自己贴就好了，都不用浪费时间去现场跑。那会比现场贴便宜吗？没有，价钱一样，在现场你也是他们也只是算一个材料费而已啊。哦，对啊，贴只是免费帮你服务，帮你贴啊。嗯。所以，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自己买回来在家里贴，因为很方便、很简单，这样你又不用少了去的路程，对不对？嗯。顺便学个东西嘛。好，这就是我今天的日常，拜拜。拜拜。